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Kelly Wan. 今天我要来开箱一根大棒棒。盒子里面有一张保修卡跟合格证，它还附给你一支遥控器跟 micro USB 的线。那这个外包装呢，应该就是他随便找来一个外包装就把它包进去，因为我买的不是这个样东西。哦，这东西真的是太赞了！这个东西我在虾皮买1754元台币，我觉得真的是超赞。你看，那我买这支灯主要就是想说把它当做一个背景灯，像是我把它放在我的背后拍摄，就是专业摄影的灯管都长得很丑，就是都黑黑的边缘啊，或者是很奇怪的形状，或者是有很奇怪的控制界面。那这支灯管我觉得它还蛮漂亮的，因为它就是整根白色，它连头跟尾都是白色的，所以就很容易把它融入我的白色背景当中。举例来说，像是我们拍摄用常用的，就像蓝罐灯管，它的头跟尾都还有一段黑色的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。那如果你要看起来漂亮的灯管，就是头跟尾都是白色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去买 Astera。 那但是你知道 Astera 到底多贵吗？就是一个天价的概念。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支灯管，像这样子跑马灯效果也只有 Astera 可以做到，如果像蓝罐啊那种也只有单色或者是一些特殊效果，它不能像这样子整个是彩虹颜色，然后这样子跑来跑去，没有办法办到。像这一支灯管它没有办法调整 HSI， 就是它的色相或者是饱和度的部分，单纯就只能用遥控器调整它的亮暗明度的部分。那你也可以去调整它的速度，就是它的模式的速度，像是现在跑的算是正常，那我们可以让它调慢一点，让它慢起来。有，现在就变超慢。那我们还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选，像是我们现在是彩虹棒棒的颜色，那我们可以换个不同的效果。这个也我觉得还蛮酷的。哦，颠倒过来，还有比较长的棒棒。哇，它真的效果还蛮多的。你看，哇塞，它效果也太多了吧。它就是 同一个效果，然后有不同的颜色可以让你选。但它效果也太多了吧，这个是它效果也太多了吧，它几百种效果耶，这也太这效果也太多了，这真的是上百种效果。那如果你要选单色的话，你下面有12种颜色，这支灯管就只能亮12种不同的颜色，包含白色。然后像是我现在要红色，我就按红色，它就可以跳出红色。我现在要可能绿色吧，那我们就按绿色，它就变绿色，反正就是非常直觉。那这支灯管我肯定不会拿来照明使用，因为第一它的亮度还蛮暗的，因为它只有18瓦的亮度，而且第二它的白色到底是一个蓝蓝的状态，就它的色温也不能调整，所以也很难来使用。第三就是它的颜色性肯定不太好，因为我现在看起来我的肤色看起来已经是有点惨白的感觉，但是如果拿来做效果的话，我真的是觉得超棒。你花1000块，真的是物超所值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受不了哎。所以这支灯棒就是单纯拿来做效果而已，它就是拿来入镜，然后看起来好看的灯管，但是没什么功用的灯管。重点是这支灯管它也是不用插电，它是有内建电池，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自由的移动，真的是超赞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彩色充电灯棒的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Yu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